活动现场，全国金牌导游向大家推荐了星光海岸、潮汐之眼摩天轮等20个厦门秋冬潮旅生活网红打卡点。同时现场还发布了金鸡影视快乐潮玩、灯光夜游、多彩休闲和文化秘境心灵有约等10条旅游线路，向大家介绍了湖里山炮台灯光秀、集美塔人文馆、澳头文创渔村等岛内外的40多处旅游景点。想要的场景都有吧，第一个就是它本身的那个海滨城市的美，第二个呢就是非常有创造力。在线上互动方面，市文旅局也在联动各区融媒体平台推出各具风格的文旅短视频，邀请大家到各区感受在地好风情。通过文化和艺术产品呢，向大家推介厦门的旅游线路，通过很诗意浪漫的形式感受厦门之美。记者杨红、段志伟报道。